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红。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啊？1994年11月28号。请进，您想喝点什么？好的，让我看看。这套是现在最好的，很大，很漂亮。是红绿灯那里。昨天已经很冷，今天比昨天更冷。嗨，小爱，最近怎么样？嗨，最近辞职了。太好了，那回头见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我现在就跑去马拉松俱乐部看看。小王，等一下，请给我你的电话号码。我去超市了，买了点东西。你买什么了？让我看看。